我是小新，我身后的呢就是全球最大的单体免税店海口国际免税城。今天是开业的首日，下面就跟随我的脚步进去逛逛吧。海口国际免税城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免税店。其主体建筑设计以九州祥云、南海之冠为灵感，巧妙融入了海南本土特有的自然与海洋文化元素。走进海口国际免税城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天际密林主题中庭。消费者在这里如同置身于雄奇绚丽的自然美景之中，感受一场人与自然、人与建筑和谐交互的浪漫体验。此次开业的海口国际免税城有超800个国内外知名品牌入驻，其中25个品牌是首次进入海南免税店。近4000平方米的高奢通体主力店会陆续与广大消费者见面，多家米其林、黑珍珠、中华老字号品牌餐饮店也入驻于此。在国潮美妆店，我发现了一套非常有特色的护肤品，下面我们有请我们的店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。你好。你好。这个产品的话，它是以故宫灵感的设计来源，然后它放在水里的话是可以1:1还原的，还原我们故宫的一些文物特色。然后它是以中国红的设计为主，可以有实用价值和收藏价值。为了给消费者营造更丰富的消费体验，海口国际免税城还引进全球片源最多的球幕飞行影院、国内外知名艺术展览、遇见博物馆系列等，将科技与艺术带入购物体验中，让消费者在购物之余开展一场关于高级、真迹、科技、美学的多维对话。我身后的是一家沉浸式的飞行影院，据说这里有一个直径16米长的球形巨幕，在那里可以听到鸟叫，也可以闻到花香，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。哇，好漂亮，我第一次飞到这个这么高的这个上空看这个。太美了，太漂亮了，第一次发现祖国的大好河山是如此的壮阔。接下来我们再去发现看看还有什么好玩的吧。这里有一个光影艺术展，今天的主题是遇见敦煌，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敦煌石窟的艺术魅力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遇见敦煌光影艺术展在海口国际免税城开业期间惊艳亮相，展览以先进的 3D 光雕数字技术再现敦煌石窟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，以故事演绎手法诠释古老文明，给观众带来视听交互的全新体验。体验了这么多好吃的、好玩的、好看的，不免有人会问，海口国际免税城具体在哪里呢？它就位于海口市西海岸，紧邻新海港，不管是从主城区到这里还是过海到这里，购物都是非常方便的。小心温馨提示，每人每年有10万元的免税购物额度。心动不如行动，赶快开启你的免税购物之旅吧。